第一题，这是一个题组，题干上说，当当当，上课钟响后，学生进入实验室，必须遵守实验室的安全守则，才能快乐安心的学习。请回答一到五题。第一题，进入实验室后，下列叙述哪一项正确 ？A. 应该先关窗户，保持空气流通。B. 应该先把握时间，马上拿取药品或仪器操作。B 选项是错的。A 选项是对的，我们要先把窗户打开，保持空气的流通，所以并不是要马上来取药品或者仪器操作，所以 A 是对的 ，B 是错的。应该先把 C 应该先把手上饮料喝完，错。实验室是不可饮食的，要在实验室的外面就把我们的饮料喝完，不是进入实验室的时候才来喝饮料。猪应该先试试灭火器能不能正常使用。灭火器当然应该要检查，确保它能够正常使用。可是那个不是进入实验室的时候做的事情，那个是平常保养而做的事情。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A， 应该先开窗户，保持空气流通。